这是1000个大米一只的大澳龙，4斤重的。这个是500个大米的小红龙，我想吃大澳龙，但是我老公不给。他说这个视频双击过2000才给我吃这个龙虾，我们帮忙。我先开个小，哇，看肥不肥啊！哎呦我，哎，哇，满满的膏，太肥了。来点咱家秘制蒜酱。太香了，想不想看这只大的里面有啥？想的话宝宝双击关注。